Dota 2 skins and play on the following game modes. They have Jackpot, Crash, Roulette, Trade Up, and Hilo. All of these game modes are ensured with a provably fair system to ensure all of the games you're playing on are fair.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checking out Gamnom.com, make sure to check out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大家好，大家如果对我的卡尔奇景和精华有兴趣的话，可以订阅以下小频道，那里会有卡尔的视频。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给大家比一个心。你们下路这个占领一下，求求你们了，有经验的，上路也能占领，占领一下，杀杀他，决斗决斗决斗，我知晓前方无处不在。躲不下，躲不下，我靠，兄弟，我死了！躲不下，躲不下！啊！改了，打不了呀！到了，到了，到了！赶紧走，赶紧走！军团开始打军团。妈的，亏了这一波，这波亏，亏了，亏了，亏了！到了，来人，这卖的也太快了呀！肯定骂你啊，不骂你，留你回家过年。他打你，我不过来等会儿吗？你又不可能死，兄弟。别动下你，他打你，你是不可能死，他要死，他打我，我就稳定死了，兄弟，你救不了我，但是我能救你啊！先走，先走，先走，我在路上，我在路上。末日有大啊！末日没大，来吧，没大。多分。带把粉啊，兄弟们！多粉。They're meaning to smash that bottom tower. Bottom tower. 看到。看着打，看着打，厉害吗，兄弟们？阿多斯给狗吸大招砍一下，然后放一下三技能，开个盾，那不错。对一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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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反补我！强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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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攻！反补我，反补我，反补我！妈的，打掉！
好烦，好恶心，太麻烦了，别让他跑了，给火炮，给火炮，给火炮，电影举手，举手，火炮，给火炮，给火炮，哥，你大刀看细的呀，兄弟。我跟你说，你这个大招好厉害啊！你看一下大招施法距离，除了怕被踢脸，好吧？这个英雄强的一批。这大招这么无限距离吗？不是无限距离，但至少能打一个屏幕，半个屏幕吧，半个屏幕距离。你可以站这个位置，打到这个位置。半个屏幕不可能，起码一个半屏幕兄弟。我在路上，我在路上。啊。妈的，还敢战圣塔！我操，你在跟我闹呢吗，兄弟？往我这边靠，往我这边靠，我无敌！往下靠，往下靠，兄弟，不要往下靠！打！赶紧走吧，你打不过他。乱秀兄弟，闹呢。不能再改啊，往这儿走呢。随便打，随便打，随便打。求你们了，带个粉好不好？带粉都死了，俩带粉都死了。假男人，假男人，别吧，别吧。六分钟说明打野打得慢了呀，你打快了就有装备了，现在可以杀了。看上去杀对面啊，我给你看一下。胜利在望，不来就算了。大绝，扛两绝。先走一下，没有大。救一下我，救一下我，救一下我。我感觉我要死。有没有微光？绝对棒，很多。微光有吗？啊，什么都没有。啊，这个你太恶心了吧！这个大哥，操！我要刷林肯，我没有林肯，这个末日太可恶了。我现在团战打起来，我只怕一手末日，只要是个末日死了，我团战随便发挥的。这末日交大没啊？把末日甩了。来人救一下呀，我靠，灭了兄弟，骷髅王没人杀，不是你们别浪啊，这浪一会儿记了。
追追追，可以追！看军团先手。军团末日。我去上了，我去上杀滚滚了。你们哪一个？好多小兵啊，一个大队伍。多来几个，小鱼能来吗？小鱼，我发火呀，兄弟！来，要不打个盾吧？末日来了，末日大，干干干！杀的，末日有大的，小鱼上去扛一下，小鱼。不扛算了，不扛算了，算了走吧，不打就算了。其他的。吸了文化的盔甲吧，中路，中路看一眼，中路看一眼，我中路跳下，兄弟们，我在往中路走。军团救一下，军团救一下。末日没有大了，末日可以宰，末日没有大，末日没大了，兄弟们。沙漠日，沙漠日。下路我去了，下路来人跟一手，来人踢一下，来人踢一下。我没 PK， 还有人吗？去把留住。一技能鸟，一技能鸟。打呀，你这。左边。射锅！我跳上去，你视野吧，这里给我个视野，我直接上去秒人了。我被摸了大死。我买了，开始打。
上路上路上路，转上。这末日真他妈的恶心。二技能，开个三技能，给一个阿多斯，一技能往后撤一下，大招跟一下，给个二，隐身爆出来，开个三，往后撤，技能飞地，阿多斯，开着物就回来了，再给个二，有两步我到了，兄弟，开了吸血了，开了，干他。再跳一下，接一下，给个击，死一个，跳过来，阿多斯开个盾，给个隐匿，啊，再吸一下，有点难打，二技能开了啊，跳走，屁屁，还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这波可以啊，这波真的可以，没死没死。放技能的时候开，给跳一下，给个阿多斯吸一下，给个盾晕住，接个跳刀，再给个吸，晕一下卡尔，开个盾，阿多斯，等等。我不是 OB， 我是怕对面那个谁，我是怕那个对面那个末日能大死我，你知道吧？末日有点克我，所以我就我怕末日。来个反应的，来个反应的。啥计算呀？吸一下，还有一个。牛。英雄有意思啊！啊，都魔了，都魔了，都魔了，来个反应的。这么牛逼啊！一下跳过来开二，卡尔也很强的。虽然我现在有点沉迷新英雄紫芒，但是卡尔也很厉害。血条多是因为有蓝换血，我退了地的蓝，换了血线，很厉害。那可能就得要10分钟了，有种啊！我他妈被卡打死了，什么傻逼英雄，操你妈！我屌你妈的，这傻逼英雄真的啊！妈西巴，我操！哎，不打吗？一技能秒不了小兵，秒不了，只有伤害，但是秒不了。好像有点打不过，这火猫有点厉害。紫猫太弱了，紫猫我操。还在这跳。Okay.
他吧。哦，你都不用大的，那招太慢了。哦，给他跑了。这怎么是？这怎么是？这怎么？可以啊，还可以啊，八两。啊，对了，看这个。嗯，我们去秒出自己不好打。我来。啊，这英雄玲珑心 BKB， 玲珑心血晶厉害，这英雄不要一般。我又看了一下这英雄，感觉还是血晶厉害。中路来着，要胜利，中路要胜利。他挡住你了，没办法。过来。那我们剩三个，等我老婆来吧。别。乱杀兄弟。下波水晶石，水晶石之后起个羊刀宰这个火猫，这不是加速模式，这是天梯单排。看到没有，杀了，踢下去，往队友这边靠一下。我大招只有一个，这一波我要杀人，先等一下这个 PA， 等这个 PA 技能没了，跟一下，一把羊刀拨上来，一下，有个罩子拨一下。能吸住他就死了，好了。我大招没给到，真的有点扯，加个七，打一下。对的，我觉得这英雄还是要一个阿多斯，有阿多斯的话，这个英雄不行。啊，炸了！他炸了。
我靠，这个塞尔大搞死三个，搞死四个，拿团灭。裸阿多斯就是你跟一个阿多斯，然后用再用你的大招，因为你不跟阿多斯，你追人的时候对面在跑，对面跑的话你就跟不了技能，懂吧？可以拉满的，这英雄控制很强，好吧，控制真的很强，又灵活又不容易死。所以阿多斯这个英雄对于这个英雄我觉得是必要的。然后再就是吸住了，你把你大招打出来，给个二技能砍两刀，然后是吧？啊，可以这样大我。对啊。不跟马尔斯有点像。既然你不出跳刀，那么你这个连招是很难打的，所以阿多斯要的固定一下嘛，这个太玄学了，不好说。可以再看一下，下巴可以看一下啊。